朋友们啊，我是悠悠。这一窝小鸽子已经被赶出来了。有的朋友肯定想问说，为什么赶出来了啊？这是豆豆要产蛋了，在窝里面，总哥不让它在窝里了。今天下个早班，我们把小鸽子该出去飞的，叫它出去飞呢。这个就是小鸽子刚开家的，已经开始听得懂讯号了，就是没有飞向蓝天。这个也是小鸽子，总共六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下来。你看那个脚腕上面的飞面，它在干嘛去了？拉上面了，出去吧。还是他们六个挖回的。马上咱家就有雨点了啊！哎呦，拉屎了！那个叫他飞一下，飞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飞屋顶了，都可以往外飞了，有什么不敢的？飞！对，有的朋友肯定想问，还没上天吗？没有呢，屋檐都没有去过哈，屋顶都没有去过。我现在开始赶了，太笨了。要是以前养很多鸽子的时候，别的鸽子加飞回来，看到它们在这上面，直接给它揍下去的。飞，飞，去，对该走走走走，飞，胆子太小，飞。这几天要赶了呢，哎对，哎对了，哟飞别人那边去了，啊飞回来了，去飞飞，好飞走一个，这个是那个大上差不多有半个月的这个，最早的时候他一个的时候啊，没怎么给他开家，没怎么让他飞。是要赶赶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朋友们都该说：“悠悠啊，你这鸽子真让你养成鸡了。飞飞，确实像鸡，太笨了，飞个屋顶也不飞吗？我们去看那边，哦，在这里，对，站上面，马上带个头吧，飞飞。”就想让你们飞，老在这一块儿，这样掉下去，他们也是能飞上来的啊！飞飞，好，飞走了，这又飞回来一个，那个能飞两圈吧？飞哪去了？哦，还在这底下。朋友们看到没有？就他一个，朝那边去了，上哪去了？飞回来了，飞回来了，他飞得比较矮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来了，来来来，救他！他看到我在这，他飞哪去了？哦，还在底下。哦，上来了。哦，这样也就慢慢的马上飞起来了，对吧？这就是有很好的表现了，不能一下不飞呀。对，你就是来回的晃来晃去要飞的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哎呦，那个要掉下去，那个要掉下去，落哪去了这是？啊，又飞上来了。行行行，就在外面吧。哎，对，飞来飞去的不挺好吗？对，多看看。